你干嘛？你混蛋！就单独把他那个唱戏那段再重新放一下。 好了，静音，循环。现在我分派一下任务啊，小叶。到。浩子，你现在给我查一下，这幅画失窃的那天都是什么日子？明白。我要老黄历。我料定了甲子日。 东风必降，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南屏山会不会是青城大学美术馆？偷税联那天就是甲子日，那天真的有东风二级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全对上了。我们需要从这段唱词当中找到他下一步的计划。 南屏山，设坛台，筑塔，桅杆。咱们别这么分析案情了。 咱这么分析都是错案情。小叶，把声音打开，专门就只给我放他唱戏的这段，来放大。你们看，丁生火的手在干嘛？打拍子，唱京剧都打拍子。用小拇指。 还用另一只手把它藏起来。爸爸，好香啊！来，来，哎。 老马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和市局的专家一块确认的，丁生火敲打的就是摩斯码。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玩这个，胆子还真不小。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，摩斯码发送的时间不到3分钟，破译起来不难。但是，因为嫌犯的坐姿，以及手上动作幅度太小了，有些地方辨识难度很大。 所以，罗队啊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好，有消息赶紧通知我。